吉林啊，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一个？嗯，坏消息吧，先苦后甜。坏消息就是我可能要去一个地方出差了，可能很久都不能在城市里边待了，要不你跟我一块儿？可以呀、啊。那好消息呢？好消息，好消息就是出差的地方是你的家乡。真的呀？我有一个新的项目在你们家乡那边，你可以回家了。哇耶！你是遥遥的路，怎么样呀？山野都林的灯，耶，可以的。我是孩童啊，走在你的眼眸。今天，你是梦里清风，我是你照拂的梦。啊，你怎么车上老是这么多吃的呀？今天，你难道记性不好吧？你忘记了我开车容易犯困，所以得辛苦你待会儿在路上喂我一下。嗯，可以啊。那咱们出发了。好。怎么了？拴一下安全带。你嘟嘴干嘛？那出发了。我曾经爬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，我曾经拥有着一切，转眼都飘散如烟，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，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舅舅。阿武最近身体好呀？啊，身体好吗？哎呀，阿妈，阿妈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了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休息一下。嗯，哇，风景真美，风景美，人更美。今天确实风景好，好久没有看到这么美的景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啊。哎。喝点水休息。好吧，好吧。徐林，干嘛呢？你们给你杀猪？杀猪？不用不用，我又不是外人。给你送坨坨猪肉呀！哎呀，别那么客气，你救救救，把它放了。哎呀，家舅舅，放着放着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你别杀它。啊，我跟你说吧，因为你这一次来的话，身份不一样，所以要杀一只猪表示一下。身份不一样。哎，不行，徐林，真的没有必要，我随便吃点就行了。你去休息，你去休息，你去休息，待会儿就弄好了。今天，今天，不行，你跟我出来。不是啊，我一会儿就做好了。我不是外人啊，我跟你说了，真不用。
儿纪念吃饭呢。哇，好香啊！来来来，动手动手。